其實咧，由呢個札幌車站大約行15至20分鐘嚟嘅呢個啊商場啊，好多好多露營啊、行山啊嘅嘢賣嘅。咁啊，我就專登嚟呢度啦 ，Snowpeak， 我專登入嚟睇下。啊，其實已經咧，我行咗一轉，真係都好平。尤其是咧，我睇到咩？嗱，有呢啲有杯啊，大家好中意去旅行買杯啊，有咖啡用品啊，呢個模。9000日圓，我喝咖啡我就不買這些模的那這些6000日圓就是那個 V60 的那個 Super 那有這個保溫、有個杯高身的杯咦寫著 Support Factory 的原來、這些限定版來的可能是的、這個呢我會入手啦，一杯啊，400ml，浸埋450ml，啊，係 Titanium 嘅，咁咧就連埋税噶啦，幾錢咧？就2915日圓，啊平啊，啊平啊，香港買得貴，我又唔好中意食，我中意牙食，所以我會買呢一隻，我買只牙食，我買只牙食，咁啊仲有啲其他 size 嘅，啊。呢、這個就5000日圓啦，就再厚身啲嘅只杯，5115日圓。啊，呢個咁啊有啲兜兜，好多呢度有三賣嘅，都有三賣嘅。啊，咁啊有其他，哇！呢、這個型好大喎，呢、這個瞓到有冇成4-5個人啊？呢、這個型啊，咁啊有型賣啦，啊，咁啊睇下啲型啊，哇！呢、這個瞓到幾多個人咧？瞓到3個人嘅啫喎，原來。三人型嚟嘅喎，啊，咁啊，仲有其他型嘅賣咧，啊，咁啊，90000幾嘅你呢個，99000嘅，6至8人型，咁啊，一點都係平香港嘅應該啊，雖然我都唔好熟，露營 camping 嘢我唔好熟，但係我相信一定平香港。如果是 Snowpeak 的 fans 就啱曬啦，呢度咁啊有啲啊高山器埋 Snowpeak 嘅高山器啊，煮食用具啊啊呢、這個台仔5700幾嘅，咁啊我好多煮食嘢喎，不過嗰啲嘢都係真係幾靚嘅，有 Snowpeak 嘅筷子。咁啊，好多喎，真係有燈啊，有衫賣，有袋賣，啊，有三個袋賣，啊，啲小朋友，啊，有咩特別啲嘅咧？呢都有喎，寫住 Snowpeak， 啊，不過冇寫住呢個 Support Factory 喎，即係如果你寫住 Support Factory 就靚啲啦。啊，呢個有啊，啊，呢個都唔係，呢個都唔係。咁啊，有啲 Snowpeak 嘅，呢個係咪雪褸嚟嘅咧？呢件哦，呢件係雪褸嚟嘅，有個雪擋。呢件雪褸嚟嘅個雪擋，係咪話雪褸咧？最緊要睇呢個係咪雪擋啊？有個雪擋，咁啊唔俾啲雪咧就入咗條腰裏邊啊嘛。咁啊，哇！柴都有啊，柴都有，柴應該有賣嘅喺度，啊唔知幾錢啦。哇、哦！仲有好多。好多gear啦，水煲啦，萬啲煙，咦？有個酒杯喎，啊，呢個葡萄酒，呢個咩嚟咧？呢個杯墊啊，哦，咁樣1000日圓，咁啊，仲有啲咩賣咧？衫咯，有貼紙賣喎，我最中意買貼紙嘅。衫嗰度都唔平，我咩真係太貴嘢唔啱我，係啊！哎哇，我最想就咁樣，即係坐喺度咧 camping 嗰陣時啊，即係我有一 set 嚟沖煮咖啡噶嘛，咁啊坐喺個山嗰度咁樣幾爽啊！我點解買個 set 咧？我真係煮咖啡，係啊！一陣入手先，入手買少少嘢先。呢度真係很不錯，咁啊屌啊，行啊，真係平喎！啲 Snowpeak 啲嘢真係平，咁啊，我準備入手啦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 IG、Facebook 专页。